我勒个金刚暴雷呀！这是要干嘛呀？你这保护的有点过分了吧？这我怎么玩？ OK 了 ，OK 了，这么玩是吧？行，那现在下一波阳光怎么获取呢？我想打一打这个第四路，怎么说？哟，哎，你还说皮剑真可以？毕竟这波真哥是没有扶梯的，一个大爷的话没有问题，能过得去，那稳啊！第四路直接解决，第四路直接解决的话，那么好，那么好。中路两个叶子保护伞面前的能干掉一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为了防止来演员，其实可以先打打这种路，你不要先把第二路清理的，对不对？第二路清理掉了他就很麻烦呀。 OK OK OK， 这波得吃一吃，得吃一吃，一个雪橇没有用，直接被干掉，想来能扛的不来，那这个第二路能不能来个好东西啊？这个开局不是大哥，二路解决，那中路直接就哭哭的一顿吃，剩下的还剩一路了。我想说这波开局挺厉害，那这个中途也这么厉害，结尾也这么厉害呢？完了完了，我真的没开，我一直没开，我就是这么玩，没办法，他这种东西来得好，你对不对嘛？那打真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没办法，运气太顶了。这一波打完剩了4500多阳光，啥账也能清了吧？欧皇附体的一天真得劲儿啊！